炎炎盛夏让很多人都没有胃口，有没有一款既能消暑降温又用料简单的清凉美食，让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轻松制作呢？今天阳光厨房就来教大家制作一款比冰淇淋还爽口的夏季营养美味，好吃又健康的龟苓膏。龟苓膏是历史悠久的广西梧州传统药膳，相传最初是清宫中专供皇帝食用的名贵药物，它主要以名贵的鹰嘴龟和土茯苓为原料，再配生地等药物精制而成，其性温和，不凉不燥，老少皆宜，具有清热祛湿、润肠通便、滋阴补肾、养颜提神等功效，因而备受人们的喜爱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种非常简单快捷的龟苓膏的制作方法。龟苓膏中含有多种活性多糖和氨基酸，具有低热量、低脂肪、低胆固醇的特点，能够调节血脂和血糖，老年人吃了可以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，起到健胃开胃的作用，还可以治疗便秘，是老年朋友不可或缺的养生圣品。但是龟苓膏属于凉性食品，对于孕妇、经期女性和体质虚寒者不宜食用。夏日龟苓膏的制作方法你学会了吗？今天的阳光居家生活秀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会。